就是之前就被po我的屁股照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很多人就会来上我的课。这张一定红了，你让姿势好一点这样子。不是不是，因为这张看不到脸。喂，要欢迎下面一位入围者，各位，她是一位饶舌辣妹，她叫九莉哦。啊，这位歌手呢，她擅长的把日常生活呢写成一首一首好听的歌哦，连放屁连炸。片都可以写成超好听的歌哦。那平常呢，他精通了台语、中文跟英文三种语言，那把现代人的爱恨情仇都写到歌里。今天要带来一首歌，就是《加我赖 ID》。宪哥你好帅，要不要加个赖？好可爱哦，好没问题哦。加个赖，绿姐和点歌，你们好可爱。我们等。要加个 line， OK。你把我的 line 删了吗？还好我有存你的联络方式哈，不然我都找不着你。加我 line， 我有事找你。写剧本催眠你，动心笑，有口才会演戏 ，Tell good story drive you crazy， 写下心房陪你聊心，当你 bestie，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是在保护你，请保密，掏出所有秘密，请放下心 ，Give me all of your money。Let's go， 加我加我 line ID， 我加一当陪你。靠近汉典，他汉典真的要拿手机出来加了，哎，对啊，是要拿道具了。我要给他一个爱心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是可爱的女生，哇，摇起来还是摇曳生姿啊，对不对？九莉为什么叫九莉？是九莉在约九莉是吗？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Joli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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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个歌应该可以拿去防诈骗之类的，是吧？哦，对，所以你那个意义主要就在跟大家讲说，哎，来加我。莫名其妙加 line ID， 都怪怪的。我开始在偷你的钱。对，这首歌可以那个写给绿茶。哦，绿茶。对，是我照片，你这张穿很少吗？还好吧。啊，还回那种图，瞎了还流鼻血嘞。对，绿茶常被诈骗。那个光光，我是光光，光光，那个是那个女生。啊，你以前是老师啊？对，我以前是英文老师。哦，怎么不像 Sandy 啊？ Sandy 也是英文老师啊，人家都好好做人。什么？什么英文老师？没有吗？英文老师也是好好做人啊，他好好做音乐啊，所以有进入金曲奖的入围啊。他的影片大部分都是用就是英文啊 ，English talking， 然后呢会有一些有趣的 vlog 也有教学，不教不教不教书啦。就我没有突然看到我的照片，有点吓到。哎呦，这是你老师哦，老师，老师，你这样教书是很好，老师，老师，我认识八大熊哦，老师，可不可以上星期一？假，可以，是大熊哥，我可以，真的假的？他说放钞票进来。
来我的抽屉可以，或者是放缴学费，放那个饮料到你的冰箱里面下下就。老师也是有分有名跟没名的，哎是，是是有名的，谢谢谢谢，就还蛮幸运的啦，就是之前就被po我的屁股照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很多人就会来上我的课，这张一定红的，你看这张，尤其那个趴在沙发那这一张，对，就保证一定红，姿势好一点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因为这张看不到脸。喂。笑一下，笑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没有没有，你算是很得人缘的老师，对啦。那现在老师也是要活泼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又死板的在教学生，站在每天这样苦读，谁要？已经这种时代没有。那有一首网上有首歌很可爱，因为我们都是 A B C D 嘛，然后是 A is apple, B is for ball, C is for candy, 然后他就改了 A is for, 对 ，A is for as, B is for ball。这也是一个英文单字的教学。对 ，C 是什么 ？C 是什么 ？C 是什么？C 是什么 ？Cock，C 好像类似。D 呢 ？Dick，D is my dick，D is my cup， 哦 ，cup，Oh my cup，yeah。娇色色的东西，好可怕！那你攻击渣男，变成失恋，变成写歌能量。就是当时就被这个男生，他长得真的好帅，然后对就被帅哥，也不是骗，就暧昧六个月，暧昧六个月很久哎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哦，我跟这个女生是好朋友，好朋友你，对，不是好朋友，就是是。哼哼，这样子哦，包邮，对，包邮，然后我就写了歌，然后我也写渣男语录，是男女朋友吗？你我跟他们，我跟他一直都不是，只是他们就是一直勾，不是关你屁事，对呀，没有，人家只是勾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八大穷有没有道理？是不是？有没有道理？对呀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呀，不跟他在一起不能暧昧哦，对呀，对呀，可是有时候女生会容易晕船，对，容易晕船，但是要小心。小心，啊，他有跟你讲过吗？啊，能不能放进去一下下就？他就是没有放进去一下下，人家就是想要让他先放进去一下下。没有放进去一下下，你在这里，对，他是不甘心嘛？做人爱斗力嘛，八大穷，是是是，第二，万一干妈嘛，一人出一行，英雄莫比啦嘛，第二，啊，那先休息一下，好，谢谢。哇哇哇！漂亮嘞！哈，装美女，这有什么难的？我也可以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花。好厉害！今天我们的目标是绿茶哥哥哦。喂，奈奈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的事情上了耶，超开心的啦。不好意思，你先打个电话。哎，对不起，你的声音听起来好耳熟哦。你是那个配音员吗？还是艺人呢？对啊，我是艺人绿茶。直接我是说自己是绿艺人绿茶。那你有看过我的东西吗？有啊，我超喜欢绿茶的。我之前看那个《丸子三兄弟》。那你三里面最喜欢谁？当然是你呀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是超帅的，但现在觉得很丢脸，很想死。我不能不知道能不能加个 line。好，那加我 line 好吧。确定我打的电话你会接哦？当然会接啊，超开心的。那我们再聊好不好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好笑哦，真的在聊。艺人每天都要上通告吗？还 OK 吧，那最近就是在忙，因为我开有寒暑假期，然后最近在忙那个。好辛苦哦。不会啊，听到你的声音就不辛苦了。真的假的？啊！下卡。开始在撩哦。下次有空打扮一下，寄张照片给我看一看。好啊，下次我一定拍给你看。等一下有人叫我。困没困啊，不会啊。哦，跟艺人分歧很强，那我们在赖上聊好了，赖聊赖聊，拜拜。主动。今天茶哥哈一整个下午都有在联络我，可是我都没有回他。我们等一下来看看，我们现在打过去会是什么样的反应。
跟你说，今天很扯哎！我今天去那个健身房做瑜伽的时候啊，有个阿伯在摸我的屁股哎，他说：“谁叫你要穿这么少？这是我照片，你觉得这样穿很少吗？还好吧。”穿这么露的，真的很答应我的，要不要回山西？好好，谢谢茶哥，那我们下次再聊。Oh my god！ OK， 拜拜。喂，茶哥吗？嘿，小八。你今天心情有点不好，喝了点小酒。怎么了？那你怎么没找我？因为我爸昨天突然心脏不舒服，然后我带他去急诊，能不能跟你，就是。记一下，现在缺多少啊？很多，大概还要三万。可以啊，那我如果先给你一万五，先汇给你一万五，再汇给你一万五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茶哥。那茶哥，我这边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你能不能开视讯给我看一下？不要吧，开视讯。拜托啦。好了好了，给你看哦。真的吗？你好帅哦，谢谢你。我真的觉得茶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不过啊，我真的是要呼吁大家，你们在接这些电话啊，或者是网络交友啊，如果听到那种非常甜美的声音，背后非常可能有是大屌萌妹，好不好？大家小心，千万不要被诈骗啊！最后真的转了两次一万五千过来，茶哥。